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那今天要玩这款游戏是叫做《真江湖 HD》，然后大师会看到这款游戏是也是意外啊，然后看到它的画风和战斗方式，蛮像《侠客风云传》的，然后这个画风也不错，然后这个开口的那个音乐啊，其实是沧海一声笑，可是它有变调跟变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啊。所以它听起来跟沧海一声笑比较不一样，但还是可以从旋律中 去听出来，是听起来是很好听的。各位来听一下吧。有没有很像哈 ？OK， 好，开始游戏。那我们去进那个天下舞就好了，比较多人的，因为怕没人啊。行啊，算了，选22好了。侠之大者，论剑之气，化山绝顶，胜者可得至宝14天数。天下五绝各显神通，为争夺天数展开激战。西域先生专精用毒之道，以毒长弓独步武林。东海岛主善于奇门的五行，屈指神功罕有敌手。大理皇帝亲以辟位为僧，纯阳之法精微奥妙。侠义神盖威名远播，屠龙掌法更是刚猛无伦。最终却是重阳真人的先天结功技压群雄，赠为天下第一，成14天书之主。岂料变故陡生。魔教妖孽以逸待劳，突施冷箭，未免太过下作。十字天书，本座势在必得，胜死吧！久闻五绝武功盖世，今日正好领教一番。以为这样就能稳操胜券了吗？恐怕没这么容易。天界法，千秋万载一统江湖。老夫纵横江湖半世，有什么绝技尽管招呼。绝天下，独蝉功果然非同小可。哼，跳梁小丑也想觊觎天书，送你上路。留下命来。阿弥陀佛，以教主之尊，却也身陷三毒，可惜可惜。放下屠刀。满口仁义又有何用，今日便叫五绝尽埋于此。既是如此，老叫花子便拉上几个人相陪。教主住手，还不处死。时不我与，难道这华山绝顶便是我等葬身之地？垂危之际，江湖传奇四位高足挺身而出，攻、守、控、辽各尽其能，终将群魔击退。而天书最终还是落入魔教之手，受五绝之托，寻回天书的征程即将拉开帷幕。相思之苦，黯然销魂。哦，哦，扭转乾坤，妙手回春。好像就四个模组可以选，就对了。情到深处难自禁。柔，站在我身后，我来为你抵挡伤害。这是黄龙嘛，然后杨过、啊。相思之苦，黯然销魂。扭转乾坤，妙手回春。这我比较喜欢这个张无忌，这个明显的张无忌啊，名叫幸福。相思之苦，黯然销魂。扭转比武切磋的精髓在于控制，以天下为念，以苍生为念。我改一下名字，好，就选他了。
我是大师，大师，哎，怎么的？四大，四大，哎，为什么会不能这样？创建。巡回天书一事任重道远，还是由我们护送你一程。是，晚辈必定竭尽所能，不负所托。让我们一起开始闯荡江湖吧。前面有魔教中人，我们追上去。挑战关卡需要消耗体力，体力会逐渐恢复哦。你们若再追赶，我便杀了这小妮子。人，快放开我！姑娘别怕，我们一定会救你的。无耻，居然挟持人质！施主莫慌，看老衲先制住他。好快的身法，真气凝滞，难道是被封了穴道？大师负伤之余，身法还是如此迅捷，佩服。魔头已被老衲封了穴道，速战速决。若是敌人难缠，必要先控住，你留心看好。放下屠刀，遍地成佛。乾坤挪移，放下屠刀，遍地成佛。老衲需要调息一下，岛主随后即到，居士万事小心。哎，可是我不能指定，不能指定说我要打谁。多谢大师，请多保重。竟敢只身追来，胆子倒是不小啊！魔教果然人多势众，倒是不易对付。魔教贼子，想以多取胜？圣人，这个暗箭是圣人。这雄浑的指力，是岛主前辈到了。哎，想不到还留下一个，这功力恢复的还不够啊。前辈神技，在下佩服。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敌人的阵位不同，应对之策也会有所区别。留下命来。乾坤挪移，留下命来。挪移，留下命来。乾坤挪移，哇，是武功秘籍，赶紧学习吧。这些秘籍虽非盖世绝学，加以研习还是大有裨益的。晚辈涉世未深，还请岛主多多指点。也好，老夫便教你如何用这些秘技提升功力。点一下这里试试，我们还少一本秘籍，点击这里试试，看那本秘籍这里。岛主所言还未尽其妙，若能修习一些散功法门，你的武学修为便可以更进一阶。何时进化？前辈来的正是时候，这里有许多毒蛇拦路。雕虫小技。
现在你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。可是 这些蛇真的没关系吗？论用毒，老夫自信这天下还没有胜过我的人。前辈果然是用毒圣手，这些毒蛇好像看不到我一般。嘿嘿，不过是些粗浅功夫罢了。啊，多谢前辈相助，告辞。你解退后，看老夫如何退敌。绝天下！哇，这个战斗速度实在是犹快的。大功告成，赶紧学习吧。OK。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，让我们进阶吧。我感觉你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。你刚刚所得的蛇胆是练功佳品，对功力提升大有帮助。果真如此，晚辈这边试一试。传功是头等，除了蛇胆之外，侠魂也选好材料，等一下。你的武学招式太过浅薄了，老夫来教你如何提升吧。看看我们掌握了哪些技能哦。有这个就表示我们可以升级技能啦，让我们来提升技能威力吧。让我们继续闯荡吧。老叫花子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嘿嘿，老毒虽然品性差了点儿，不过教的还是不错的。有劳各位前辈悉心教导，晚辈受益匪浅。来得好，这里早就布下天罗地网等着你们呢。想不到魔教竟在这里伏下这么多人手。嘿，乌合之众难成气候，吃俺老叫花一掌。哇，石盖前辈的掌法果然精妙。魔教妖人受死吧。能应对众多敌人的武学消耗也很大，要合理运用。秀手，快去死！乾坤挪移，秀手，快去死！老教化这路掌法极好真理，看来只能陪你到这里了。七兄，尽管去调戏一下。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小美人，陪咱们兄弟快活一下如何呀？你们这些无赖，救命啊！住手！魔教妖人又在胡作非为。小心，那个人是魔教妖女假扮的。可惜这一剑未伤你要害，但是糟了，有毒。江湖险恶，今后可不要再如此轻易地落入圈套了。别担心，我来帮你解毒。九煞回体、啊、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魔教贼子拿命来。若要胜敌，先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倚天剑法。
气血不足，要及时治疗，不可逞强。九下回体，倚天借法，乾坤挪移，乾坤挪移。多谢龙姑娘疗伤之德。严重了，我要离开了，后会有期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能再相见。有缘自会重逢，告辞。施主要小心，这魔头修为极高，我等功力消耗过大，恐怕不敌这魔头。奈何我功力尚浅，不然我等合力帮你打通任督二脉，可暂时提高功力。事不宜迟，来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。各位前辈还请歇息，看我的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今后就要靠你自己了。从你刚才短暂的提升来看，资质极高。嘿嘿，老叫花子，我看好你哟。今后还要勤加练习，方有大成。施主保重。多谢各位前辈厚爱，还望有缘再相见。别忘记领取这里的宝箱哦。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。哦，原来是灵儿姑娘，些许慰劳，不足挂齿。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前面有家酒馆，我在那里等你。我们去酒馆看看，每天都可以免费招募一次，不要浪费哦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灵儿今后愿追随左右。神盖前辈送给在下一坛上等的女儿红，我们来畅饮一番。好浓郁的酒香啊，可否也请在下喝一碗？好酒好酒，胡某既喝了你的酒。今后有何差遣？万死不辞。在下能结识胡大侠，亦是非常荣幸，今后请多多指教。那这命我一定要吐槽一下，喝了酒都可以忘死不死啊。我们让新的小伙伴上阵吧，按住他的头像拖动到阵位上就可以了。前排记得放肉盾型的，皮糙肉厚，耐打能扛哟。好，先点这些东西阵容。可免费获取香香公主。 OK， 祈愿万宫，这什么？其实不觉得很像那个界面，其实很像，很像侠客。然后元宝金钱这样。可是我觉得他语音有点
看一下哦。这他语音有点忽大忽小声的。为什么？设立值。在线登录。新功能是什么？物品。好了，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希望没有坏的频道，主要看图片。按下订阅，然后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你就要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